其实今年郭天信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四外球保送的球员。哦，这一棒打在右边方向，这个飞球界外吧，最后炫出去了。哦，现在两好三坏，布雷克一定不想要第一个打者就保送哦。那刚刚这个持球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哦？这个球中间方向，郭天信挤出来的，依然是走在高的位置哦。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看到中外手承接线已经就定位，一出局。赛季布雷克面对魏全龙队被打五支全打，当中两支来自刘基宏，那有一支是刚刚已经出局的李凯威，另外一支是吉吉奥巩冠。这球打成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啊，一垒手林奕泉要来处理，顺利的接杀两出局。面对他的这种四投球，你没有掌握到的话，那可能机会都非常低哦。一垒是要跑者走，这个球传过去，传得还蛮准的哦。抓到天哥了，形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那这个联盟里面蛮多的打者面对洋投的打击率是比面对本土投手来的低啊，不过陈杰胜更加反过来啊。右边方向这个球乔波必须是安打，陈杰胜面对洋投又击出了一支安打，而且这支安打他要上到二垒没有问题，这是一支二垒安打。自己不会得到礼物哦。哇，选掉这个球，选掉啊。不过这起码是一个指标，他的二军的状况是不错的。哇，但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游击手向后退去追的飞球。裁判已经举手了。没错没错。右边方向这个滚地球被二垒手来接住之后传一垒，潘杰凯遭到了刺杀，也结束了一局下半同时队的进攻啊，留下了德典圈的残垒没有得分，两队0比0。本垒后方的界外球，对，出棒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一棒打在游击区，哇，陈胜平捞到这个球再传一垒，好手感。今天赛前狮队也特别帮陈胜平办了生涯首轰的庆祝仪式，非常配合的瞒了他的儿子两天。这个牛哥很厉害哦。中间方向的飞球抓在手向后退，向后退，哇，这个球没有接到啊。郭彦文最近的手感非常的好，这个球哇打起来多漏了一下，太早放速度了哦。郭彦文还是停留在二垒上面了。整场比赛这种得点圈的机会是会比较来的低哦，那有这个机会不是没有，那只是说这场比赛你能掌控的这种几次的机会是不是有掌握住哦？有没有出棒？询问一下三垒审，这回三垒审判定并没有。再是一个速球，全奥伟再挥了一个空棒，让布雷克得以安全下庄啊。这个状况在打第一棒的时候都会出现，过去也曾经担任过第一棒的小破，来剖析这一点哦，经验分享。这个球带起来在左边方向，游击手跟左外手跑过去，最后交给谁来处理？哇，两个和尚就没水喝了。这个球滚地球，游击手没有来接住，是一支安打，向来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外回本垒。哇，这个球中外手又漏了一下，现在连原本在一垒上的林安可、被挡下来，被挡下来穿三垒、哎呦，在三垒这边非常的惊险啊。一度是想要这个三垒指导教练周广胜哦，其实一度想要叫林安可冲本垒哦。他的好球带跟裁判的好球带不太一样的情况下被打了安打，但是他面对潘杰凯还能够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优势，而且最后投出了三振。对，反方向的界外飞球，三垒手跑过来、哇，刘基宏这个球能够接住不简单啊，相当的困难啊，但是刘基宏接杀之后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不过在三局的下半的同时队是靠着寿星苏志杰的40安打攻下了分数，取得一名领先。这个球哇，结果被打穿了，厉害哦。
这球还是打了中间方向，也是一支安打。哇，郭彦文这两天打了五支安打了。对，有可能是在这种领先的这个比数领先的时候登场，机会比较高。哇，这一棒被张浩明打成了安打啦！原本在垒上的跑者被挡住啊，被挡住啊！这个回传 球，这个球，我还好，布雷克在后面补位。但是后面三局没有得分，再加上过去两场比赛被完封，今天前面三局也没有得分了。但是有得分的机会了，哇！这个球在全打墙前被接杀，但三垒上的吉吉奥广冠是要回到本垒来攻下分数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接杀哦。本垒后方的界外球有没有守备的机会？林黛安，这个球接杀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啊。那四局下半，看看同志队这边能不能够再度要回领先优势啊！陈胜平打第一球，这个球在中间方向转手，向后退，这个飞球掉下来形成了支安打。陈胜平现在上到二垒，哇！爸妈来有来现场有差哦，两打席都是安打，再跳起来了。哇！但是最后这个变化球让林丹挥棒落空，遭到三振一出局。四坏保送，而且在这个打席看到艾普勒控球，虽然第一个球控得很准。哇！这个球是机会啊，但是没有打好，形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两出局。三局的下半那一分呢、啊、是。同是对外野三鬼的串联呢、啊，才能够攻下分数。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又是一支安打，三垒二垒跑者绕过三垒之后回本垒得分。为球龙队回传球当然是来不及。陈杰宪今天再度从艾普勒的手中敲出了安打，这支安打再度帮同是对要回了领先优势，2-1。还是要塞内角球吗？没有，捕手蹲出去，但这个球被尼安可打成了安打，打成了安打，同是对要再添分数了。现在同是对第三分回来。比较低的位置哦，怎么样去做选择？要看先投一个高的速球，打成了反方向的高飞球，三垒手跟游击手最后交给三垒手来接。拉培瑞兹上来的话，那现在的三位先发羊头就有人下去。如果胡大哥能够归队的话，顺利归队的话，那是79球。这一球挥棒落空，刘继勇是再度遭到了三振。假设能够顺利吃完的话，可能也在90球上下。对。挥棒落空，这个外角的速球，三振掉了吉吉奥广冠。面对郭彦文了、啊，今天两次都被郭彦文打了安打。落空，速杀完成了这个三振啊！还是偏低，四坏保送，四坏保送，哇！王维忠一上来就投出了连续两次的四坏球啊！但目前王维忠这个半局坏球率确实高了一些。还是投出了四坏保送啊，连续三位打者都获得了四坏球啊。滚地球三垒手，哇，拦住之后跪在地上传本垒，哇这个 play 厉害。那现在就要来考验的是胡金龙能不能够有关键一击啊。这个球打穿了，胡金龙的安打为同时队打下了分数，这支安打带有两分的打点。哇，打
在投手的正面呢不妙啊，先传游击再往一垒送，这是一支双杀打，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哦。右边方向这个滚地球穿出去，许哲彦敲出来打，这个球打在反方向，哇，被接杀，很可惜哦。嗯，起跑了，但这个球偏低，而且捕手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许哲彦倒上了二垒。现在只要投进好球带哦，打者就可以做起，二垒跑者就可以做起跑。反方向这个球打穿了，现在许哲彦上到三垒之后拼本垒，魏球龙队的回传球也来不及了。那陈杰宪今天要上二垒，哇，陈杰宪今天太可怕了，猛打赏啊，又是一分打点啊。只要他上垒，后面的林安可也都会复制贴上。对，哇，没有悬念了。林安可右边防守，连续两天都开红喽。哇，这一打出去就知道啊，连续两天都有两分打点的全垒打。今天安可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舞蹈呢？主人用脚的舞蹈，今天应该要换一下哦。哇，小波猜对的，今天是手哎。而高原将树在台湾职棒面对到的第一位打者是龙队的第四棒吉吉奥巩冠，哇，大老家这个球，哇，落在界内，现在要上二垒了。两好球，两坏球，这个飞球二垒手来接啊，这是高原将树在台湾职棒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啊。滚地球，二垒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两出局。哦，来了，保送。哇，精彩了！还会再拼一次吗？还要再拼的，这个球三垒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成功守城。高原将树在台湾职棒的初登板并没有失掉分数，他虽然他一开始被打了二垒安打，但是这个半局他守住了。塔卡西右场，我们这都露出了笑容哦。那这场比赛，统一狮队也以8-0赢球啊，布雷克拿下了今年赛季的第7胜，那艾普勒则是要承担他今年赛季的第8败。